我想大不大？你呀，来吧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那没吃到嘴里呢，能知道吗？好啊，今天今天今天下午才到。哎，小姐，香不香？还没吃呢。嗯，对对对，你哪儿？你都是那样式的。给小姐来的，料多余了，不用料啊。嗯，它自带咸味吗？嗯，属于加红磨虾配大葱啊。我加一会儿，小姐拽点这个。今天下午刚到的红磨虾，但个头是真大呀。你看，哎呦嘿，就这个，我们过一个年，可赶上这新鲜年到现在，你又过两年。哎呀嘿，说说话多吃啊，今天红馍饺。哎，盖掉，鲜甜，嗯哼，管不着。这玩意儿慢点吃，急啥呀？是不是？你得快点，那就没有事儿。哎呀嘿。红馍虾，太棒了！谢谢你们，哇，新不新鲜吧？新鲜。小姐，我一吃，是那味儿。香脑，香脑是甜的吗？嗯。红馍虾就得吃香脑，你不懂，这家真是。你可受不了！哈密，给我进来！狗有点多。一口一口吃在我的心尖上，自己慢慢品尝。快点吧，能吃吗？快，行，留点。嗯，哎呀，看这个，哇，嗯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控制一下真不行，那晚上食材他自己给自己炖食材，这家对的，他拍一个视频引爆了五个视频，都气死了。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这家还没吃的呀？再来一口去。今天拉的，哎呀，这家今天也吃不上葱了，那是摆设吗？擦一擦，想吃就再来一个呗，买你都买了，你一天，快点。哎呀，再吃母的皮皮虾，真会吃。哎呀，吃都不会吃。嗯，哎呦，这还能。说实话，生的好吃还是熟的好吃？都好吃。哼，我也知道。哼，这个做好之后再吃。